接触嘉义县社会局、甲中华健康促进以及照护协会共同推动卡步增加义诊进入社区服务时段，伊家属用专业甲老人增卡增加，透过清洁的同时，也解决当家的困扰。嘉义县社会局甲中华健康促进以及照护协会共同推动逐步增加义诊进入社区服务中辈。伊家属用专业为老人增卡增加彻底来清洁，同时解决当家的困扰，让长辈逐步健康，会使出门。内埔社区长辈是非常欢喜。内埔老人会长曾春祖、管理员曾俊杰、兼黄素莲、德家乡主任秘书蔡建拓，学了这带给长辈真方便，带来健康。经过受训合格了，才会当替咱把脚床头啊增加吼。伊话拢甲我笑，我常讲，把脚床头啊，脚床爱加增加吼。对，才能够做服务。那另外在服务的时候，另外你的衫吼，还有他们的消毒的，还有那些按摩的那个乳液，也都是这个协会把咱全力赞助的。所以，请你光这些设备费吼，大概小就是爱百几万吼。那另外呢，是讲亚加之类，他们协会还回馈给我们社区300块的相关的行政费用。为什么要花这笔钱？因为目的就是希望咱的老时代，咱的增迄个增卡外增加健康吼，啊，咱大家在养出我们在管理。咱的义工啊，上加辛苦的，啊，予咱的中青会这老人呢，有一个卡。怎讲啊？较迄个足好行，迄个环境来做些工课啦。哦啊，就其他种大家身体健康啊，大家都有通来遮来跳舞啊，来用上好料啦。尤其这脚趾甲吼，甲脚的趾甲是足需要的，我家己嘛体会得到。但是咧，足当家拢夹袂起来咧，啊，搁压甲夹袂正，脚夹袂好势。啊，迄当家搁会甲咱的脚吼，穿鞋啊，踮着疼，对无？咱有幸福无？啊，咱甲咱局长吼，啊，咱理事长，咱的长官吼，甲鼓掌一下吼。甲无人咧甲咱收款，都爱专业收钱个。这两个师傅咧甲鼓腮咧，咧甲鼓掌一下吼。这拢是志工吼，伊的工作真好，拢经过训练，伊嘛有证照的吼，所以伊咧够有专业，收咧甲是拢面面角角。我恁的志工有时啊变形的，佫甲恁调整好，所以讲吼，真福气吼，足有福气的对无？咱的脚就是壮啊，那足健康啊，就是脚若健康，咱人就健康，对不对？對哦，所以记哦，脚若有，大家足舒服啦，爱你享受啦，也毋捌让家己增加咧。伊家属是有专业的，非常耐心来整理着增加，当家嘛有伊的方式，要让长辈脚步真健康，走出家门。最新新闻，蔡明彤、戴冠采访报道。我拉曼查汤吉科德以英勇骑士的名誉向全能的上帝发誓，我要帮助我的仆人桑丘找回他妈的夜明珠。史东森唐吉诃德冒险故事《银河天马》装头限定版，龙来啦！除了要对付这个遁地双头龙，还要对付一只啊飞天四头龙，各式冒险呢，相信会给大朋友小朋友带来沉浸式的感受哦。听说除了晚上演出，在下午就有许多的表演。嘉义，我们庄头见，大家。